Google 请搜寻台中买屋卖房土地王刘志忠0938639606。今天为您介绍南投县鹿谷乡低总价的甲种建筑用地，位于鹿谷正15米仁爱路，为稀有一手的面宽5米深度17米现况，有平房，附近有邻居毗邻公车站和公园水电皆可申请，建筑线可申请，交通便利，临近国道3号民间交流道和鹿谷交流道，途经市区仁爱路，周遭环境有秀峰派出所、清水邮局、县立秀峰国小及县立瑞丰国中，这块土地不仅适合投资，更是自用的绝佳选择，现在就把握着难得的机会，打造您的梦想家园，欢迎来电赏屋，刘志忠0938639606。